威，好，下马威，要扎脚是吧？哇哇！哎，胸罩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胸针，我靠！哇，想扎我？胸罩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胸针，各位观众，还好，我年纪虽然大，反应还算快，你知道球？干嘛从我眼睛前面掉？我不打马威，我不打，差点闪到腰，我不打。这样子从他这里过去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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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想要继续骑车。亮哥，不会怕了。亮哥，看一下亮哥，亮哥是我就是，声音都变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哎，动作有点迟钝的感觉啊，不要 normal。你在大联盟的触身球的几率是多少？大概一个人至少会遇到一次，遇到一次，一个人遇到一次啊，那就是百分之百，百分之百啊！哇塞！哇塞！球哎！你摸到啊！我刚才摸到啊！哇塞！打到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停车区，你看，我严重的怀疑林木他投到我棒子上，他投到我棒子上，赞赞赞，好玩好玩，哇，对对啊对，谢谢谢谢，打郭宏志投的球，而且他用全力对付我们哦，光宗耀祖，有有有全力了全力了吧，真的全力了，哇塞，今年度最荣耀的一天，好了好了，再投一个吧，他想你你感受一下，我都忘。怎么打嘞？变化球绝对打不到。怎么打？他球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吗？真的都忘记怎么打了。没关系，看黑客就知道了。对，下马威又来。哇！下马威又来。哇！我靠！没躲啊！真没躲，我觉得可以，好啊，大家玩，谢谢。对我还是比较好，知道吧？知道我尽，我感受尽了，尊贤，知道吧？江湖险恶，好啊，各位，我来当辅助了。小刀又好像还没下，小刀讲完了，我感受一下那个球速而已，有没有下马威？马威，有，往头上，我感受一下那个球速而已。我就是他很准哎，哇，他下马威都已经扎到人了，太厉害了。Friday.